已经到冲绳啦，然后现在要去搭单轨列车。这边机场的店关得好早哦，现在才东京时间的晚上大概8:30，它这边的店基本上都是关了，除了一些美妆店跟电玩的都还开着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我们订的是两张单人床，日本的房间好像都是很小的那种，这样子没有太多余的空间。我们来看一下洗手间，哦，真的是很精简。我现在在逛这边的便利店，我们现在进了一家我觉得超级日式的居酒屋，进到这边就是还要脱鞋子，然后会有两人的这种小隔间。你有要喝酒？我没有要喝酒。好的。开始新的一天啦，有点小兴奋。我们打算去买一下那个地铁的一日券。天哪，我这个头发简直跟爆炸头一样，风太大了。虽然这边太阳很好，但是还是空气中还是凉凉的感觉。哎呀，这边小痘痘遮住，就可以买一日游的券嘛，就很划算。因为一般单趟的话，我们昨天从机场过来是270，但是它一日游的票就是24小时内随便乘就是810。我们现在在奥武山公园，这边有一个溜滑梯，超级好玩，这边有超级多小朋友。再来玩滑滑梯，下去，哦，我想哭，哦，你在哪？你在这？我没有，我会撞到你的那个屁股。没关系，啊，我快加速了，你加速吧，没有，你先下去。再去玩一次，因为真的好好玩，我已经玩要玩第三次。这边好多小朋友，我的妈呀！奥武山公园出来了，然后本来想去吃一家烧肉，然后我查了 Google 查了，这家店好像只有平日只有晚上才会开，所以我们现在去那个国际通，就那边很多百货啊之类的，那边应该有很多吃的。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我们现在去吃拉面。一家网评好像可以跟一兰拉面，甚至比一兰拉面还要好吃的，叫暖木拉面。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去测评一下啦。
在排了大概十几分钟，然后来吃这家暖木拉面。就是他在机子上选完之后，你可以选面的宽粗细，然后要不要葱啊，就要不要辣酱之类的。是叫什么？第一木质公社市场，是叫这个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一家好像是，反正就是后面这个。去了 N 家的药妆店，去领了一下市面，比了一下价格，现在要去盐屋买一下，好像是海盐的双麒麟吧。这边真的这边真的太阳太大了吧，好晒，就完全夏天的感觉呢。我们买了盐屋的双麒麟，然后它是草莓味的，我们买的是草莓味的，没有买原味。之旅，我们现在，从奥斯莱斯出来要去吃烧肉。现在我觉得后面天超级美的，真的。我们走到这边了，烧肉五院，好像很多台湾人会来这边吃，但是很多大陆的好像都会去吃那个琉球的牛，那家我觉得它有点太贵了。新的一天，酒店给没有订早餐的人会发一袋这样的早餐包，然后里面有喝的水果、面包，性价比很高，还可以自己选饮料。我今天戴了一副新的美瞳，感觉自己仿佛白内障一样，这个颜色真的好浅，我以为只是它是深棕色，没发现它是浅棕。天哪！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万座马湖，然后冰冰她竟然忘记戴她今天的墨镜。大家来看一下万座毛真正到底有多少人，别看我照片里面一个人没有，其实这边都是人。水族馆这边，然后今天下午都会待在水族馆里面。嗨，我们现在在美丽海水族馆，现在要去吃东西，刚才拍了好多照片，真美。我们现在在那个水族馆里面的餐厅吃饭，因为真的太饿了。我们今天7:30出的门，然后8点多吃完早餐，到现在已经12:00，快1点，那个东京时间了，所以一定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我们现在从那个水族馆出来，来到美，就这边是美国村，这边已经很有圣诞的感觉了。走去海边那边看一下夕阳，因为太阳马上落山，大概就是十几分钟之后。现在跑到海边，然后马上要夕阳西下，我们应该可以赶到，可以看到太阳落山。冲绳机场是没有那种免税店，它只有卖烟酒跟巧克力之类的，所有的品牌的免税店都是这种路面店，所以在这边凭那种就是发那种券，然后护照、你的航班号，在这边买完之后是不能提货的，直接在机场才能提。我们现在在吃温野菜家，我们选的是吃到饱，然后是和牛，可以吃到黑毛和牛是吗？黑毛和牛，然后真的超好吃。我们选的锅底是昆布跟寿喜烧，无敌好吃。
天是行程是来到冲绳的南部，就这边都是海边，其实冲绳就是个岛嘛，就是景点都是在海边。冲绳它的白天有太阳的时候真的特别热，就是完全是夏天的感觉，但是太阳下山之后就是凉凉的，这个季节还是蛮舒服的。今天我们第一个景点就是知念甲公园，太阳太晒了。这个后面就是算这个景点的精华部。现在到就是新园海滩，不过这个海滩我觉得一般般，就是它长得有点简陋，就是之前一个景点和昨天又太美了，我对这个景点抱有很大的希望，然而并没有。我们现在来的是哪里呢？咱们到哪儿呢？琉球文化王国。我们现在在排队进玉泉洞，就是那种钟乳石的洞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这边去。我们现在就在那个玉泉洞里面，这边就都是钟乳石，包括它现在下面还是上面还是会滴下来，所以我头顶不知道被淋到多少滴了。这边的光线不是太好，不像我们那边，就是那些钟乳石的地方，它会把它打得红红的，什么紫色、蓝色、绿色。这边好像就保持了它最原始的一些样子。前面我好像听到了像瀑布啊，这边的水真的，这边就像地下河的那种感觉了，已经。这边还是有很多那种钟乳石，是因为要开发这个过道，就是被人工的砍掉、截掉的。不然这边就是我刚才有看到一个昔日水位线，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道上面全部是满的水。天哪，这样光线就很好，有没有？因为现在小刘 Olivia 帮我打了个灯。我们现在在琉球文化王国，这边里面所有的消费都不能刷卡，就一定要用日币现金。然后你知道吗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付完这个门票钱，换的日币不够多没了，然后两个人开始，然后我们的钱真的超可怜，我们在一个一个看，你看，就是一个个在那数，能不能买个冰淇淋？因为我们真的好想吃冰淇淋哦，就感觉好不容易凑到了几百日币，太可怜了，一定要兑多一点的日币来消费。我看我们终于买到了冰淇淋，两个人吃一个。我们现在在赖长岛，这边就是一个有桥通过来的一个小岛，建筑风格就是有点模仿小希腊的那。我们从那个南部回来，今天晚上来吃藏寿司，这个虽然台湾也有，但是想吃一下日本的。你吃完五盘就可以有一次机会去转那个扭蛋。吃一家牛排，因为刚本来想去吃牛角，但是牛角它中午不开，它下午才开。我们现在吃完午餐，在一家百货公司的下面，全是卖吃的地方。现在这边吃的好多，全是很多日本的吃的，对不对？什么饭团啊，炸猪排。我们要回台北喽，这次的行程要结束啦。期待我的下个 vlog 吧。